大柴旦翡翠湖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镇境内，是大柴旦独特的盐湖风貌，属硫酸镁亚型盐湖。大柴旦翡翠湖形态迥异，深浅不一的岩池宛如一块块晶莹剔透的翡翠，故称为翡翠湖，是原大柴旦化工厂盐湖采矿队采矿区，经多年开采形成采坑，变成了如今美丽的翡翠湖。这里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湖泊，而是由许多大小不一样的湖泊组成。由于岩池所含矿物质不同，太阳照射方向时刻变化，所以它的颜色也各不相同，有绿色、蓝色、黄色。每个单独的湖边都有人在找好的角度拍照，也有游客坐在透明的船里面从空中航拍，不过这个是需要收费的。这个景点的位置比较偏远，我们进来的时候是不需要门票的，可以坐景区观光车游览。进来的游客不是特别多，我的建议是观光车到最后一个站点下车，然后往里面步行，右手边有很多漂亮的湖泊，而且基本上没什么人，拍出来的效果特别好看。人在湖边，湖面倒映着蓝天白云和皑皑雪峰，宛如仙境。